2万次咖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蟹肉棒。我是不知道包什么的火锅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400次咖啡，材料有鸡肉、咖啡粉、糖、温水，还有牛奶。把糖、咖啡粉、温水一比一比一的比例溶解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搅拌400次。搅拌到有点发泡状，再倒进装了冰块的牛奶里，400次咖啡就完成了。但只有400次不够厉害，我们要挑战更厉害的2万次咖啡哦。搅拌上没有这一段啊。首先要准备一个500老师。真的是500老师啊！但500老师搅400次，500×400就完成了一杯2万次咖啡。看起来跟400次的一样啊。还不是一样，要搅一搅才能喝。